我今天要什么了？再用那个 indirect， 把它合并回来的话 ，indirect， 这个地方的话一样会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插入函数一样用那个我们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indirect 这个，按确定。那它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的就是它的那个位置的文字哦，所以基本上当然第一个我要取的是这一个第二，所以这边的话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用先把它稍微做个分析一下，第一个我需要什么？先把它输入一个双引号第二 ，OK， 好，那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它就会先抓这一个，那下一个的话呢，基本上它应该是什么呢？再下一个应该是D3， 应该是 E2， 再 F2。再来是 G2， 有没有？所以 D 这个位置的话，就变成说这个前面是 DEFG， 然后这个后面的位置就变成说2222，好，然后3333，所以基本上我应该要产生的哈，但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，这个的话一样，我要先产生哪一栏？好，所以其实你这边可以用中文好了，我打一个栏，哪一栏？哪一列？那蓝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要 D E F G 啊，所以我这样看，这样如果这样拉往下 ，Ctrl 键会不会？它不会产生的哈、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样？但你就不能用手动，你不可能说D E 自己在那边打 F G， 这很花时间哈、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怎么样？每下一列就变 D E F G D E F G， 那列的话呢就是2。好像刚刚一样啦，2222有没有？然后再来就是3333，4444，不过感觉好像这个地方会稍微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做过，概念跟在哪边呢？刚刚这个地方有点像哪个地方呢？跟那个 index 这边里面有个这个 int 这个，这个其实可以拿来改，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改 int 这个其实我如果要产生列的话，我可以当然我们刚刚是要产生的是，加一个等号，那个要产生的是4个，一直类推，但是我现在不是我要刚好2开始，不是1开始，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的话，非常简单，只要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，后面怎么样，本来加1对不对？你就把它加什么，加2就好了，打勾。向下填满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列的部分呢？基本上就 OK 了。哪一列？第二列、三四一直到第九列 ，OK。列号的部分其实可以拿刚刚的公式改一下就可以。后面只要把加一改成加二，它就从2开始了。但是栏比较麻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输入。那接下来跟各位讲一下蓝的部分呢，如果你要产生，如果它能够每下一个它就变出它要的那个DEFG 的话这边你可能要需要还要再学一个函数，在文字里面有一个函数我们来看一下，文字里面有一个叫产生内码的，你是 call 还是 ASC？ OK， 这个地方ASC 跟更正一下，应该是 char， 在文字类里面有一个 char 的这一个这个函数这个函数主要就是说，如果你输入内码，它会给你对应的字特别说这个是抓内码的位置那我记得那个 A 的话好像66 ，B 是67位置啦在那个我们电脑键盘的对应位置。那 C 的话是66676869，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输出 D 的话呢，我可以输在这个地方我打上69，不跟不对，应该是65开始，所以应该是68的话呢，我输出是 D， 我输出69就刚好是一，70 F 有没有？所以如果我六加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能够变出什么68697071，然后68697077，然后把它丢到 char 里面去的话，我就可以产生这个东西了。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indirect 的部分来画面先还给各位
刚讲过了啊、哦，这边的话要产生啊、哦，就是用 char 函数的话就是686971，所以如果说我要产生686971的话，其实可以用刚刚这个 MOD 这个一样的道理。好 ，MOD 这边呢、哦、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边哦。哦，我加个等号。好、哦，那打勾之后的话，它是1234，可是我不是1234，我要686971嘛，哈、哦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嘛，因为我要从68开始，我就把一改68不就好了？686971，哎，有没有？有了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变成 DEFG 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就再把这个怎么样剪下来，放到哪里呢？放到刚刚讲那个文字里面这个 char 函数，有没有？它就会抓内码了，所以贴上就好了，按确定嘛，哈 ，DEFG 有没有出现？有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下面也一样 ，DEFG 到这边，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串出来 D212，哎，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哈，所以基本上等于是把刚刚的 MOD 把加一改成加68，外面再包一个 char， 这样就 OK 了哈。那最后当然如果说我要一次性完成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怎么利用那个 indirect， 然后把什么呢？把这边哦，特别注意哈，当然一样了，可以分两阶段，一个是的这个储存格 and 串接就好了 ，and 这个储存格按确定向下填满。这样 OK 了，有没有？不过这个是要把它，这个一定要存在啊。如果你不想这两个存在的话，哈，我也是一样啦，你就什么，把这个公式一样的嘛，复制之后哈，取消，跟刚刚一样，把这个地方贴到这边来就好了，盖过去，然后 and 什么呢 ？and 后面那个东西，所以一样再把这个什么复制、取消，然后贴到这个 K2 的地方盖过去，啊，再把它打个勾。这样子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，OK，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了哈。只是说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。那我也会同步哈，把这个答案有没有哈？这个放在哪里的？放云端上啊。所以你们大家找一下，一次性刚刚哦，我刚刚的公式除了有拍照之外了哈，这边都有拍照哈，把那个公式都放在这边哈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